I want to be filled with the triune God. He makes me happy. I want to be filled with Him. I want to be filled with the triune God. He makes me happy. I want to be filled with Him. So I will drin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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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rink that living water. And I will ea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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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at that tree of life. And I will call on His name, oh Lord Jesus. I want to be filled up, up, up. I want to be filled up, up, up. Yes, I want to be filled up, up, up with Him.请赦免我，原谅我，你有没有觉得你队友在努力的拯救你当中？他们在做仰卧起坐，哎，好可怜。来，请问一下，这次失败最大的败因在不会冰桶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刚刚救到几个人？救了好多个人呢，我们超厉害的。两个是很多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我们就四个哦。根本就是出题那个出题的念太慢。前开始都躲得很好，然后后一球就没注意到，就这边就那你觉得你们会获胜吗？会，我不知道。赞哦！我已经准备好盖国旗了。国旗。废话吗？会输吗？会啊。太值得爱你。来，超品。这三天特会给你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体验活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有趣。大部分都有充电的。早餐很好吃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会的，我也没有感觉。就是专题讨论。唱诗歌，没有。你们体验活动，借着玩游戏也可以体验到自己的方式。算是我费心的时候。因为我是不会跳舞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借由祷告，我说：“哦，主耶稣。”然后我就有一个感觉，反正就是，我就尽量就是能跳的就跳。那天我很久看一下，那块就是大家一起去玩活动的时候，我觉得意义很棒，就是叫我们三去彼此之间的帕子，让我们三与他能够有交通。